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古称解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水解水，解文水语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来讲传奇人物廖天丁。一摆廖天丁，甲着一个台湾本土的警察，唔是日本人哦，台湾人做警察，即个做张国英，两个对敌，伫咧总督府的后尾门，师傅啊照夹，即马小刀拿出来，要含张国英台，张国英先甲亮，讲你廖天丁。做毒无所不至，即句无所不至，即台湾的成语。那以华语来讲，咱知影华语成语册就是记载无微不至。啊，不过无微不至甲无所不至阁有相差哦。无微不至就是讲，逐项甲管顾甲对，无所不至原来会当安尼解说。不过另外一个解说，就头拄我阁先讲的，张国英甲廖天丁喝，讲你啥物代志都敢做，安尼叫做无所不至。无怪讲我会对军打底，哇！台湾的警察张国英佫甲廖天丁讲：，我呢对南部恒春陆里陆来到台北对军打底，即句对军到底，原来是同款台湾话得意为成语，甲华语差一厘。咱嘛知影，咱嘛知讲华语的成语爱写讲追根究底、追根究底，但是咱无讲追根究底，台湾话拢嘛讲对军佮打底，一定对佮打底就对啊。我都无相信，无相信讲你廖天丁会晓背天撞地。这第三句，竟然原来俗语差一厘，甲华语的俗语差一厘，对无？唔对，华语人是写飞天遁地，飞天遁地，土行孙唔只会遁，但是台湾话讲飞天撞地，对地甲撞入去。廖天丁听了一阵冷笑，讲我所做是为台湾人，所有600万的同胞，无亲像你做日本的走狗。说完，伊甲张国英喝倒转去啦。张国英笑笑。讲，既然你已经落网，这是总督府的后尾门，所有警察甲你包围，我看廖天丁，你也赶紧弃邪归正。哇，讲到这句弃邪归正，咱嘛知，你若以华语的字典爱讲吼，改邪归正，华语成语安尼咧记载，改邪归正，无啦，台湾话无咧讲改啦，咱直接甲讲弃邪归正，唔是改是放弃。廖天丁笑笑，甲张国英应，讲你台湾人咧做日本的警察，你也想一个真。咱台湾人是由外邦统治，所以我看该当的弃邪归正，不是我传奇人物廖天丁，是你当日本人麾下吃头路，这个张阿国英，你才得爱弃邪归正啦。搁将用短短一站传奇人物廖天丁的故事来招你研究，主要就是要研究台湾话成语甲华语，往往拢拄啊相差一厘那尔啦。